在月二十四号投票日，一透早就吸引真侪民众来排队投票。国民党馆长候选人林明哲以及民进党馆长候选人洪国豪，嘛拢分别揸着牵手来甲指定的投票所投票。林明哲表示，这两三个月拢真无闲，昨暗的困眠是上无压力，今仔日心情嘛特别轻松。伫洪国豪嘛讲，今仔日天气真好，应该投票率会提高，嘛希望这次的投票会当真顺利。一透早，原来个投票所就满满拢是人。四年一次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，加上有十个公投案，为着民众拢正踊跃来选举，希望用选票来促进地方的发展，甲国家的进步。善尽人民的权利，就把握自己的权利。把握自己的权利，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进步，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一边说一边讲，一边我就是黄国浩啊，黄国浩啊。加李明宏，哎，啊，打十分，好十分。哎，各位媒体记者，大家辛苦了哈。无用两三个月，选前最后一天，电脑较轻松。馆长李明正讲，伊今仔日是困到八点才准备出发，九点外伫附近的陪同下，来到一八张投票。伊嘛特别感谢馆民伫这四年来对伊的支持。忙了将近两三个月啊，昨天晚上睡觉是最没有压力的啊。一觉到天亮啊，我太太哈，比我更努力走基层啊，我除了请假的十天之外啊，我还是以我们的公务县民的工作为重要了，选举是其次了，最重要是要把县民所需要的工作服务做到好完美。早。今仔日九点半左右，洪国豪就揣着牵手，做伙来到草屯巴士站仔投票。对今仔日投票结果如何，洪国豪是表示袂紧张甲烦恼，嘛相信选民会做出上适合南投发展的选择。今天是非常好的天气，应该投票率会提高。我就刚看出来，好像穿红色的衣服嘛，是不是也要讨个好彩头啊？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穿衣的哲学这样？我想，当然今天来投票也算是比较正式一点哈。那穿着我想就是随个人啦哈。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一次的一个投票哈，能够很顺利。每一张选票拢是改变的关键。四年一次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，这次的投票状况是相当热烈。无论选举结果是安怎，大家拢希望借由民主选举选出的人，会当好好发展地方，为南投的未来继续打拼。记者：欣欣、李颖萱采访报道。